2024年7月27日 ，RCG 1206卡包正式发售。这个盒子在给大伙带来了圣徒、灵王、红泪等一众系列或单卡的同时，亦收录了一张特殊的银子鸟鸟。这张与1205的水母相呼应的抽卡首坑，不仅迅速刷新了数字和最贵二卡的记录，更是在发售后的一周内就冲入了丙图各大卡组的购注之中，一时间风光无限。而在此时，部分牌老却在和谐友善的牌桌上窥见了一丝潜在的不祥。感谢本月为我充电的观众。时间回到2002年3月8日，北美地区游戏王 LOP 卡盒的正式发售，标志着游戏王 TCG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OT 除商品发售时间外并无太大不同，但今日的二者，无论是在卡池、商品还是在思路、环境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鲜花、白枪、神弓等常用终端在 TCG 刚刚死伤殆尽，但红蝶这种 OCG 刚放出来的优秀代表则在 TCG 中常年如老邓六万一般在牌桌上随机刷新，更不用提二者在底层构筑逻辑上的区别。而如果深究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便是一张特殊的卡，而这张区分了 OT 环境的牌桌大能便是被称为史上最强单卡的。那么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便是 OT 的核心区分，驴鸟的梦中情人，停牌的绝佳好手，以抽一抽一抽一再抽一之力，在十月表中被直球准线的磕抽宗，增值的 G。大家好，我是王，大家好，我是王，心情美啦。增值的 G， 俗称 G， 蟑螂，简中翻译为增值的 Z， 英文翻译为 Max C， 均取自蟑螂在本土语种中发音的首字母。最早于2011年2月8日发售的西域版游戏王的703卡包中，作为 TCG 独有卡加入环境，之后在2月10日全线登陆 TCG， 并在当年9月的 EXP4 卡包中作为 NR 卡被欧化。顺带一提，这个盒子同时也欧化了锁鸟，与早期巫夫同骷髅大王，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共复刻20余次，目前最后一次复刻是在今年9月7日发售的 SD4 期中。 G 的效果可以说异常的言简意赅，二速卡名一回合一次，首卡送幕后对方每特招一次自己就要抽一张。众所周知，游戏王的效果大多具有次数越少问题越大的特点，这个效果对现代牌老而言无需解释便可知这玩意儿有多重量级。对现代牌桌而言，经济的本质就是卡差，对高启动率的经济卡组而言，每多一张手卡就代表着多一丝突破与阻拦的可能，而 G 的效果则能完美的赚取到卡差。特别是对于现代卡组繁复的展开链而言，拉出一个终端所消耗的特招次数完全足够对面把游戏王完成幽诺的，尤其是在多手坑环境，抽上来启动见识小，万一整上来什么会泡陨这些大宝贝事就闹大了。所以对现代环境而言， G 的本质作用就是逼迫对方停牌，可以说不少主流可以在吃灰吃泡甚至吃陨后展开，唯有 G 通过试出驴鸟外的所有卡组都无法承受的，如果吃了 G 还敢硬顶，那我只能说你比六五中都牛逼。不过说到这里，想必不少人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 G 这种明显和其他首坑不在一个次元的炸鱼塘专业户是怎么安稳活到今天的。哎，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K 社造就的奇妙历史因素了。时间回到2011年，在大师以末期登入环境的 G 在发售初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彼时的牌老认为 G 投入构筑是完全有可能的，但 G 投入构筑不太可能。怎么说呢，尽管我们知道彼时的环境充斥着诸如黑羽、带形龙骑、六五 TG 等各路英雄豪杰，但当年的环境存在着一点根本性的不同。虽然我们在今日常常会提到诸如永火三连炮或者废二三流天，在原点还有深刻三卡 ODK 等冠绝古今的操作，但实际上这些繁复高效的 CB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出来的。这种理想型展开对手卡有着较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直到第十期辅助类 Link 怪兽大量诞生前，完全稳定的展开链在游戏王中都不存在。这也是六七八九七的卡组几乎都要大量投入泛用红坑的原因。七七的节奏大多为通过以 Beat 为主的对垒积累资源再进行大怪的出场，我们也能从10年世界赛中黑羽的下级压制操作看出这点。例如光二重 Beat 等卡组甚至能仅靠着1900的雷王和小心配合红坑来进行压制，而在这种情况下 G 的收益多数时间并不算大，这也使得 G 在发售初期呈现出了非常尴尬的投入。此时大部分 G 的投入都是为了在 side 中投袭部分卡组，而12年三一表把铜雕云孽全杀了后，环境进入了超量时代。此时由于环境内 OTK 能力的普遍衰退， QQ 湖这类卡得到了大范围应用， G 的使用率更是进一步下滑。反正你大概率不可能一回合打死我，吃 G 停牌就停牌了，大不了盖两张红坑，甚至还有机会反打。在这种情况下， G 度过了几年安然无恙的日子，甚至只复刻了一次。直到2014年，伴随着第九期的到来，游戏王迎来了史上第一次思维变革，影一影零一 R4 英雄等一众大能的入局，让主流的单卡 Power 瞬间提升到了近乎前无古人的水平，而此时的 G 入主率也逐渐上升。而在15年的一风暴后，之后的环境便是我们讲述过多次的故事，一彼岸帝王青眼 ABC 炼装，而 G 的投入率也随着环境一步步的走向稳定与加速而缓慢上升。
2016年年末，十二兽的横空出世，第一次将整个环境拉向了全民外挂的狂欢。在这种情况下，G的投入可以说是扶摇直上。而进入2017年后，随着排销的进一步抬升以及展开链的逐渐固化， G 在这个可以稳定展开的时代，终于找回了全员满三的快感。当然了， G 的一生之敌会也在此刻降临环境，从此为牌佬们带来了反制 G 的方法。而之后的新大师一声炮响，为环境带来了防火龙 Link 怪兽，展开链更是进一步固化。尤其是在19年大规模进入 Link 一时代后， G 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所有首坑。而此时的 G 尽管能被各大卡组里的双指和灰反制，但其仍是当之无愧的环境第一单卡，但代价就是 G 价格的一路走高。此时就算最便宜的再版 Senior 03里的 G 也要90甚至81张，其三的价格都够买一套新手的 RQS 圣杯了。当然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关于这种新牌佬与老东西都适合的卡组，我们评论区再细聊。再加上71张的玉组灰和书卡兼职，131张的泡影，此时游戏王的入坑价格只能说属于是了属于是。部分牌佬甚至都开始羡慕 TCG 的无知环境了。哦对， TCG 这边在16年8月、17年3月和18年2月三次调整中，把 G 从3变成了0，三全干碎了 TCG 玩家的抽卡梦。这也在后来成为了 OT 环境的最大不同，例如19年的危险暗黑界在 OT 中迥异的表现，以及4200头龙等卡在 T 那边的趋势等。当然 OCG 这边也曾经考虑过对 G 下手，但在17年10月表将 G 准线后，又在18年1月给他放了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后续环境的考量，总之在之后的几年里， G 被以近乎疯狂的次数复刻。20AP Senior 09 RC03 SD42 SD45 RC04 23圣诞礼盒，直到今年年中的纸板玉组直接将 G 走到了白菜价。当然随着今年鸟鸟和水母的登陆环境，作为 G 下位替代的这两张卡也引起了大家关于 G 的未来的热烈讨论。同时多 G 环境也使得展开逐渐变得如履薄冰，而仿佛在呼应着牌佬们的讨论一般，在今年的十月表中 G 被准线，导致鸟鸟的价格顷刻间飙升。就目前的效果而言，1207大概率会收录第三张 G 的魂器，这是否为 K 社为了拉近 OT 环境所做的再一次尝试？ G 未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当然鸟居价格再抽象，估计也没 T 那边离谱就是了。关注奇美啦，我会在未来带给各位更多游戏王故事，也希望各位看得高兴给我点个赞，三个连什么，奇美啦不胜感激。